扁鹊授我玉龙歌，玉龙一世绝尘科，玉龙之歌真罕得，流传千载无差额，我今歌此玉龙诀，玉龙一百二十穴，医者行真书妙诀，但恐识人自差别，补泻分明指下施，金针一次显名医，愚者立身驴者起，从此名扬天下之。凡患愚者，补曲池，泻人中；患驴者，补风池，泻绝骨。中风不语最难医，发髻顶门穴要之，更向百会明补泻，时时苏醒免灾危。顶门急性会也，进针九五状，百会先补后泻；九七状，艾如脉大，鼻流清，涕鸣鼻渊，先泻后补即可全。若是头风病眼痛，上星穴内刺无偏，上星穴流涕并不闻香臭者，泻具的气补，头风呕吐眼昏花，穴取神庭使不差，孩子慢惊何可治？印堂刺入爱还家，神庭入三分，先补后泻，印堂入一分，沿皮透左右攒竹，大哭笑，不哭难，急惊泻，慢惊补，头项强痛难回顾，牙疼病作一般看，先向澄江明补泻，后针风府时时安，澄江一泻，风府针不可深，偏正头风痛难医，丝竹金针亦可施，沿皮向后透绿骨，一针两穴世间稀，偏正头风有两般，有无痰饮细推关，若然痰饮风池刺，倘无痰饮何骨安，风池刺一寸半，透风府穴，此必横刺方透也，宜先补后泻。九十一状，合谷穴针治劳宫；九二七状，口眼乖斜最可接；地仓妙穴连颊车，乖左泻右医施正，乖右泻左莫令邪。九地仓之艾，如绿豆，针向颊车，颊车之针向透的仓，不闻香臭从何治？迎香两穴可堪攻，先补后泻分明效。一针为出气先通，耳聋气必痛难言，须刺一风穴使全，意志向上升裸力，下针泻动即安然，耳聋之症不闻声，痛痒蝉鸣不快情，红肿生疮须用泻，宜从听会用针行，偶尔失音言语难，哑门一穴两筋间，若知浅针莫深刺，言语音和照旧安，眉间疼痛苦难当，攒竹沿皮刺不妨，若是眼昏皆可治，更针头为吉安康，攒竹一泻，头为入一分，沿皮透两额角，疼泻眩晕补，两筋红肿痛难熬，怕日休明心自焦，指刺睛明，鱼尾穴，太阳出血自然消，睛明针五分，后略向鼻中，鱼尾针透鱼腰，太阳及童子疗，俱进酒，如虚肿不宜去血，眼痛忽然血灌睛，休明更色最难睁，虚得太阳针血出，不用金刀即自平，心血炎上两眼红，迎香穴内刺为通，若将毒血处出后，目内清凉使见功，内迎香二穴，在鼻孔中，用芦叶或竹叶，触入鼻内，出血为妙，不欲再针合谷，强痛脊背泻人中，错闪腰酸亦可攻，更有尾中之一穴，腰间诸极任均攻，尾中进酒，四畔子脉上皆可出血，弱者甚之。肾若腰疼不可当，施为行止肾非常，若知肾于二穴处，爱火平加体自康，环跳能治腿骨风，居疗二穴认真功，尾中毒血更出尽，遇见一颗神圣功，居疗久则筋缩，
膝腿无力身力难，原因风湿致伤残，倘知二是学能久，步履悠人见自安。具先补后泻，二是者，风是阴是也，髋骨能依两腿疼，膝头红肿不能行，必针膝眼、膝关穴，功效须臾并不生。膝关在膝盖下，独鼻内，横针透膝眼，寒湿脚气不可熬，先针三里及阴交，再将绝骨穴尖刺，肿痛登时立见消，即三阴交也。肿红腿足草斜风，须把昆仑二穴攻，深脉太息如在此，神医妙诀起皮龙，外昆仑针透内履系太息，脚背疼起丘虚穴，斜针出血时时轻，解析在与伤丘时，补泻行针要辨明，行步艰难及转家，太冲二穴效堪夸，更针三里中风穴，去病如同用手爪，膝盖红肿贺西风，阳陵二穴亦堪攻，阴陵针透犹收效，红肿全消见一功，腕中无力痛艰难，卧物难以体不安，腕骨一针虽见效，莫将补泻等闲看，即疼两闭气攻胸，肩颈分明穴可攻，此穴原来真气聚，补多泻少应其中，此二穴针二寸效，乃五脏真气所聚之处，倘或体弱真晕，补足三里肩背风气连臂疼，背奉二穴用真名，五书意治腰肩痛，得穴方知即顿清，背奉二穴在背肩端骨下，直腋奉肩针二寸，九七状，两肘居挛筋骨连，艰难动作欠安然，只将曲池针泻动，尺则肩行见盛传，尺则一泻不久，肩端红肿痛难当，寒湿相蒸气血旺，若向肩于明补泻，管君多久自安康，筋急不开手难伸，尺则从来要认真，头面纵有诸样症，一针合骨效通神，腹中气快痛难当，穴法宜向内观防，八法有名因为穴，腹中之疾永安康，先补后泻，不久如大便不通，泻之即通，腹中疼痛亦难当，大陵外观可消降，若是胁疼并闭结，支钩其妙效非常，皮痂之症最可怜，有寒有热两相间，肩使二穴针泻动，热泻寒补并俱全，肩使透针支钩，如皮寒可久，九种心痛及皮疼，上脘穴内用神针，若还疲败中脘补两针，神效免灾侵，致漏之疾亦可增，表里疾重最难尽，或痛或痒或下血，二白穴在掌中循，二白四穴在掌后，去横纹四寸，两穴相对，一穴在大筋内，一穴大筋外，针五分，取穴用道心从向后为至结喉，取草折其当掌中大指虎口纹，双为转两筋头，点到掌后臂草近处是，即肩使后一寸，细门穴也，九二七状，针一泻，如不愈，九其竹马，三焦热气拥上焦，口苦舌干其易调，针刺关冲出毒血，口生津液病俱消，手臂红肿连万疼，腋门穴内用针明，更将一穴明中主，多泻中间即自清，腋门沿皮针向后透阳池，中风之症正非轻，中冲二穴可安宁，先补后泻如无应，再次人中力变轻，中冲进酒，惊风久之，胆寒心虚病如何，少冲二穴最功多，刺入三分不着碍，金针用后自平和，
实行疟疾最难尽，学法由来未审明。若把后溪学寻得，多加艾火时时清，热泻寒补，牙疼阵阵苦相间。学在二间要得传，若患翻胃病吐时，钟馗其学莫教偏，乳蛾之症少人医，必用金针即使除。如若少伤出血后，时时安稳免灾危，三棱针刺之。如今银枕极多般，好手医人治亦难。天井二穴多着艾，纵生裸立久皆安。一泻七状，寒痰咳嗽更尖锋，列缺二穴最可攻。先把太渊一穴泻，多加艾火即收功。列缺刺透太渊，丹穴也。痴呆之症不堪亲，不识尊卑枉骂人。神门独治痴呆病，转手骨开的穴针。一泻久，连日须烦面赤妆，心中惊悸亦难当。若须通理学寻得，宜用金针体便康。惊恐补，须烦泻，针五分。不久，风眩目烂最堪怜，泪出汪汪不可言。大小骨空皆妙穴，多加艾火及阴泉。大小骨空不真，具九七状，吹之。妇人吹乳痛难消，吐血风痰稠似胶。少则穴内明补泻，应时神效气能调。刺炎皮向后三分，满身发热痛为虚，盗汗淋淋见损区。须得百劳椎骨穴，金针一刺即具除。忽然咳嗽腰背疼，身柱由来久变轻。至阳抑制黄疸病，先补后泻效分明。针具炎皮三分，九二七状，肾败腰虚小便频。夜间起止苦劳神，命门弱的金针柱，肾于艾灸起沾尊。多久不泻，久斑致漏最伤人，必刺成山笑若神。更有长强一穴是呻吟大痛穴为针，伤风不解嗽频频，久不医时劳变成。咳嗽虚针肺俞穴，痰多一向风龙寻。九方笑膏肓二穴治病强，此穴原来难度量，思穴进针多着艾。二十一状亦无妨，凑里不密咳嗽频，鼻流清涕气昏沉。须知喷嚏风门穴，咳嗽宜加艾火参。针炎皮向外，胆寒尤是怕惊心。宜经白灼时难尽，夜梦鬼交心于治，白环于治一般针。更加其下气海两旁笑，肝加血少目昏花，宜补肝于力便加。更把三里贫泻动，还光一血自无差，多补少泻。九皮加之症有多斑，制成翻胃吐食难，黄疸亦虚寻万骨。金针必定夺中脘，无汗伤寒泻复溜，汗多宜将合谷收。若然六脉皆微细，金针亦补脉还服。针复溜入三分，沿皮向骨下一寸，大便闭结不能通，照海分明在足中。更把支沟来泄动，方知妙穴有神功。小腹胀满气攻心，内庭二穴要先针。两足有水淋气泄，无水方能病不侵。针口用油，不闭其孔。七斑疝气取大敦，穴法由来指侧间。诸经聚在三毛处，不欲失传隔万山。传师痨病最难医，涌泉出血免灾危。痰多虚向风龙泻，气喘丹田亦可失。浑身疼痛即非常，不定穴中细审详。有筋有骨虚浅刺，灼艾临时要度量。不定穴即痛处，劳宫穴在掌中寻。满手生疮痛不禁，心胸之病大灵泻。气功胸腹一般针，哮喘之症最难当。夜间不睡气惶惶，天突
妙学宜寻得。山中者爱变安康，鸠尾独至五班闲。此学须当仔细观。若然这爱宜欺壮，多则伤人真亦难。非高手无轻下针，气喘急急不可眠。何当日夜苦忧间，若得玄机真泄动，更取气海自安然。气海先补后泄，肾强善气发肾平，气上攻心似死人。官员兼词大敦学，此法亲传使得真。水病之疾最难熬，腹满虚胀不肯消。先灸水分并水道，后针三里及阴交。肾气冲心得几时，须用金针即自除。若得官员并带脉，四海谁不养。名医赤白妇人带下难，只因虚败不能安。终极补多一泻少，灼爱还需着意看。赤泻白补，喉喘之症嗽痰多，若用金针即自合。与腑乳根一样刺，气喘风痰渐渐磨，伤寒过经由未解，须向七门穴上针。忽然气喘攻胸膈，三里泻多须用心。七门先补后泻，皮泻之症别无他。天枢二穴刺修柴，此是五脏脾虚疾，爱火多天并不佳。多久宜补？口臭之疾最可增，劳心只胃苦多情。大陵穴内人中泻，心得清凉气自平。穴法深浅在指中，治病须臾显妙功。劝君要治诸般疾，何不当初济玉龙。